这里是2020年台南新丰联合会夏季南海五官综合三位，由张先生史翔的，来看一下这只鸽子，灰沙眼的母鸽，相当漂亮。环号2020年的828271，看它的翅膀。排列非常漂亮，体型中型，中型统身中厚，腰也是收得非常漂亮，耻骨强硬密合，跟龙骨的距离大概是一指半左右，龙骨强壮程度也很好。好，这里是综合三位，恭喜张先生。